你俾佢哋要挟住啊？系，仲好惊添。件事就好似发咗场噩梦咁。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你嘅性格系咁细胆噶噃。由细到大，我都好怕打打杀杀嘅。哼！我冇嘢再问啦。希望你会明白，暂时你要屈就留喺呢度。需唔需要查下有关嘅战斗记录啊？唔使查啦，横掂都唔会查到啲乜嘢。系，又系要揞住唔讲呢招啊！政府部门做嘢方法咁多年都冇变嘅。如果冇记错，你系同佢两个以前系有多少过节噶噃？正确嚟讲，我哋之间嘅过节简直多到数唔晒添啦。我哋做亲咩都俾佢哋窒住晒嘅，细估唔到后来大家竟然喺同一个组织做嘢，但系我都估到迟早有今日噶啦。系咁嘅好啦，艾岳、艾奥，我就任命你哋去对付安妮同爱丽丝呢两个组织叛徒啦。系，我知道点做噶啦。诺言。我真的很怀念这里啊，有几耐没来过这里啊？几十年了嗬？安妮，我真的很羡慕你啊，你无论几时都是这么乐观的。现在银河系布满了我们的敌人，你究竟知不知道？你不用担心啊，这里这么偏僻，我相信没有谁会估到我们会走来这里避的。你真是啊。真的看到都心酸。我都听闻过呢度嘅事，但系估唔到。叫做安妮啊，个名几好听啊。是相转而反应啊！有蓝蛇在度挖包紧，追兵，看嚟呢个机会都好高。点解会知道我哋嚟呢度嘅？就算阿布拉特都唔会知噶噃。呢笪地方，我哋同两个人有过啲恩怨，记得吗？系敬礼号。好嘛，最近两大红人，我好挂住你哋喎。是艾奥，
呢度的确系匿埋好地方嚟嘅，但系你哋唔记得我哋嘅存在实在太失败啦。都成几十年前嘅事嚟啦，件事过咗咁耐，都仲记喺个心度。同你哋嘅恩怨，我点会忘记啊？当年俾你哋害到我鸡毛鸭血噃。关于你哋两个所有嘅嘢，我真系好想尽快忘记佢。想走人？紧急突围失败咗，双转移航法嘅装置出现咗问题。你哋所用嘅招数我已经了如指掌啦。保护！被火鸟的惯性控制系统性能高出了一匹，它进入了我们的航线了。你可以走去哪裡？做什麼？雙方的光譜互相干涉，造成量子亂流發生，艦上的慣性系統 overflow。 所以我說最近的機器質素差了很多，採取防守。咁样嘅，发生咩事啊？照计呢个情形系进攻嘅好机会嚟噶。佢哋嘅损毁情况似乎都好大。好啦，咁优势仲喺我哋度。次元飞翼点样啊？净系靠急救用嘅医疗毫微生计，唔支持得几耐。安妮，爱丽丝，辛唔辛苦啊？几啦，都挨到。我大约仲可以支持几耐啊？两个钟头到啦。嗯。生存时间虽然已经很久，但是最后几一刻似乎又来得太快了。安妮，你可不可以帮我拿樽葡萄汁来？啊，我放了一樽在战斗缆桥三 A 壁板里面，那樽是特纯葡萄汁来的。拿多只杯啊，我想你陪我过最后一刻。不得 啊， 你一向都知道我的性格的了，避到最后我是不会放弃的。安妮，我们去哪？我们去约定的地方。难道你想去？机会只有得一百万分之一，根本冇可能噶，百万分之一都系机会嚟，并唔系等于零。你真系啊，咁多年嚟嘅性格都系咁。
似乎好翻好多咁咯。系啊，你哋嘅生存系超越咗时间噶。乜嘢都听唔到嘅，你嗰边点啊？冇用，因为遮挡物太多，我对眼都系睇唔到。看嚟佢两个都睇通咗我哋嘅招数啊！哦，你睇下呢个殖民星嘅议事堂，记得嘛？嗰个大窿系你开嘅。其实嗰次系一个赚大钱嘅机会，只要生擒到执掌前政权嗰班高官，交到去叛军手上嘅话，所得嘅奖金真系几世都用唔晒啊！呢啲咁嘅衰人，点解要生擒佢哋？都唔系局长佢谂咩？嗰次最衰都系佢两个阻住晒。先救啲伤者，快手啲啊！嗰一次，我哋系反政府军请嚟嘅雇佣兵，佢哋两个就系中央派去当地嘅治安管理官。今次我哋系 GOTT 委任嘅部头，而佢哋两个就系通缉犯。世事嘅嘢就系咁，世事无常，人生就系咁多变噶啦。只有神佛先至可以预测到未来。艾奥，我觉得你最近讲嘢越嚟越重佛教嘅味道咁。喺度，唔系。有啲殘餘嘅氣味，等我都睇下先。佢兩個出咗去外面，仲有半個鐘頭。萬一愛麗絲有咩不測嘅話，咁我安妮。这个情景令我想起当日的事。我想起你受了伤，法兰扶你回医院医你的情况。等我来，一人扶一边呢。快点扶他，去我附近间医院，快点啦。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理，但是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不要说话，休息一下吧。没错，你说得对，法兰他很可能真的会遵守他的诺言。虽然过了几十年，但是他可能还会在那里等我们。爱丽丝，看你走去哪裡。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
咁烦嘅男人，唔会有女仔中意嘅。你冇得走咯！原来系咁啊！求下你啊，俾多一个钟头我啊！唔尽快抢救佢嘅话，佢会好危险。你想救翻佢，冇咁嘅必要啊！我哋今次接嘅任务唔系嚟捉你哋，系铲除你哋。老实讲啊，喺呢度乜都冇，你仲想点救佢啊？你唔系喺度谂住揾个医生嚟救佢系嘛？佢会遵守诺言。吓？是啊，原来你哋是超越了时空生存的。是啊，已经转换过几次样子了。是这样的，即是要永远都这样下去了。不要误会，我讲笑而已。花兰啊，你有没有想过跟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星体啊？看来这场内战还有排打，趁现在去打安全一点的地方好一点。当和平再一次重临呢度嗰阵时，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再翻嚟呢度呢？到时我可能已经变咗阿伯咯。法兰，记住，我会遵守诺言嘅。佢亲口应承过我哋，佢话当我哋有咩困难嗰阵，佢就一定会嚟帮我哋。就算佢唔在世，佢都会留低设施。等我哋有需要嗰阵用，所以只要去到佢间医院，咁我系丽丝。你真系天真啊！你知唔知道件事已经过咗几十年噶啦？你走咗之后，呢度变成点你都知道噶啦。呢个咁嘅承诺，佢肯定已经唔记得咗啦。就算记得又点啊？呢度立立乱，仲边度得闲遵守啊？嗰啲过住普通生活嘅人，对我哋嚟讲，只系路过嗰阵见嘅影像嚟咋。你天真到对呢个口头承诺都抱有希望啊！估唔到你真系傻得交关啊！难怪嘅，你啲咁嘅人咁谂好正常。我哋嘅恩怨可以了结啦。好啦，安妮，等我送你最后一程啦。而家你有啲咩想做嘅？咁我已经好满足啦。佢仲在生？输入密码。你叫安妮啊？个名好好听啊！好啦，安妮。好耐冇见啦，我问安妮，我系丽丝。花兰，唔知道你哋收到呢个信息。会是几年后呢？十年后？五十年后？很可能会是很久很久的将来来的。你们现在见的这段影像是我在你们离开之后第三年所拍下的。这里的内战越来越激烈，每天都有很多人丧失生命，我不知道何时会轮到我，但是我知道你们终有一天会回来，所以留在这里给你们。安妮，我实践了对你的承诺了。好啦，我够钟嚟诊症啦，再见啦，安妮。喺度祝福你同爱丽丝友谊永固，保重啊！
发难，好多谢你。等我搞埋啲手尾得嘛？唔后悔咩？咁样你哋都变成半途咯喎。老实讲，我对 GODT 一啲好感都冇啊！呢个净系转行嘅好机会，我有其他嘢做。系指令次元疫苗，系由艾丽丝嘅特制嘅。安妮啊，迟早我会翻嚟揾你算账啊！你记住治好啊！冷たい鎧がその奥に隠している何かはいつもとても柔らかくそして熱い。次回キリーグレイドスティールハート。